干活了啊！电瓶的大棚就能支上了。三姐夫来了，三姐夫拉我妈，拿啥呀？买的菜啊？你拉我妈山海里了？山海里了。你咋买的？对呀，那菜里有的是。啊。甭动啊！能等不动。咱抠挺快啊，那这家伙是真大呀、啊！这，嗯，刷刷往下，啊，搁那个，搁这吧，这一会儿给锅整的呢，就在这嘎做吧呀。你爸说，他说给锅拉来的，没啥呀？不是，这嘎没有锅啊？有锅吧？改锅在这儿呢吧？你哪给？哪屋呢？在下屋呢，在那车库里呢。你看看他去吧。行，我给你看看。整的挺平衡、啊，一样，整的挺平。那这些土往这挖垫呗，这挖地方。给它平完了以后，高顶上，高顶上一铺，这都是平完以后，完了沙子往顶一铺。不搁它，搁它多费劲呢。到时候整完让它修半坡式的哈，修一面坡式的，直接水直接顺这壕里头。下管，那必须得下管啊。这小钩机能扣动，那累死得扣动。看什么买的、啊？这个鱼花的25。25。嗯。买菜花了20。50呗，这是。50块钱，报销吧。那你跟我念的，那就是那意思了。直接这水这边，西边这水直接就顺东边去。过的啥？鱼炖上了，炖上了，炖大鱼，一大小盆儿啊，这大鱼，这啥业务？来过来，这么些人找你啊？哎呀，现在我天，现在是网吧，现在是网业务部经理，现在是联系业务的，这边四个人。那家伙喝酒了，不咋的，一样就嫩嫩。哎呦，那是喝酒了，不喝酒谁能嫩他呀、啊？这一花多少钱买的？我的相机我都要哭了，你还穿这咋的？不，我跟你比不一样。我这坑深，快点。这一根管得有400-500斤的爷们儿，是不是有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得有三四百斤是有的。有三四百斤。三四百斤。这老哥，这回看你的了，你主力。这王八爷们给四根管啊，老爷子快整过力了，老哥。你到哪往滑呀？对，往这么钓。哎，走，撒牛，再过一个，再过一个，走，大哥，多点撒点水边。卖斤得多，我这妈呀，六百斤，六百斤了，又说啊，这玩意儿直接变了，这个。我就给你塞着你了，走，再抓那两个，你不能干活呢，你不能回去。给你俩给他抠了，这抠了，那必须再抠。这玩意抠咋了？这个切不切？这不抠。这家伙得多挂啊，挂。这得抬着行，放水挂，就这嘎达就39-30，全给他抠平了。完了，给那个这嘎达这点土啥的。我让你刨下去吧，我爸是要刨，那必须得刨的害事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他不得劲儿，不？能上吗？能上上吗？你这，我让老子大哥大吃哦，大劲儿。这个大棚场地平完了，把那边儿压一下，估计走的上也硬。压这一趟嘎嘎实啊！歇这会儿，来歇会儿来。啊？没剩几个了吗？我俩手拿一个。拿一个吧，拿一个。没剩几块了，没剩几趟了吗？哎，十个排架子。还歇歇渴，歇。